原警的 KTV 临检，一进门前方男子立刻起身，当作没事般走向包厢，企图要躲避警方视线。原警觉得怪怪的，马上从后方追上。我警可能走出来。出来。 男子从 KTV 后门离开，走到房子后面草丛。原警拿了手电筒不断搜寻，找了又找，发现男子居然躲在草丛里。盘查身份才知道，住屏东的58岁陈姓男子，3年前涉嫌强盗案遭到通缉，逃亡期间躲躲藏藏，想到 KTV 唱歌舒压，却碰上原警临检。突然听到一旁草丛里发出声响，趋前一看，发现陈男就躲在里面。 最后仍难逃，原警鹰眼，警巡后依法解送地检署归案。男子因为通缉身份躲草丛，想逃过原警，结果原警一眼就看见他，这下难逃法网，还是被乖乖上铐，结束3年流亡的日子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